您有什么事吗？有客人来了，怎么了？祝您心情愉悦。我会让你承认我的正确。哎呀，真让人头疼啊。我一定会成功，此乃事实，岂容反驳。这样的记载，学问也很重要。您来了。哎呀，好开心啊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，
有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。您可以听听吗？没关系。请您布尔过来。没关系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你好，你的恩情我永生难忘。您还好吗？可以啊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。可以啊。结果就是这样啊。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报告，你的恩情我永生难忘。您还好吗？没关系。你好。荣幸之至。我有事向您报告。荣幸之至。出发吧。
报告。没关系。报告。没关系。报告。好像有合适的人选啊。没关系。报告。没关系。立即着手。出发吧。德育明主，我此生十分幸福。您来了。以后要关照我。结果就是这样啊。荣幸之至。
交给我吧。哎呀，欢迎欢迎。哎呀，谢谢啊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您有何贵干？荣幸之至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。可以啊。您还好吗？没关系。人生好似乐曲，即使惋惜，也会有曲终之时。报告。不好意思。你的恩情，我永生难忘。请您布尔过来。没关系。报告。你的恩情，我永生难忘。
好意思。哎呀，好开心啊。您还好吗？可以啊。我有事报告。哎呀，好开心啊。您来了。有客人来了。你来得正好啊，祝您心情愉悦。您来得正好。感激不尽。结果就是这样啊。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是我冒昧，请允许我论述一番。哎呀呀，
这下可麻烦了。你要如此解释这一矛盾？哎呀，真是荒谬啊！我的观点应该更符合经理，请你再整理一下论点吧。我的观点应该更符合经理。你要如此解释这一矛盾？哎呀，真是荒谬啊！哎呀，我说的有点过分了，请见谅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。您还好吗？没关系。我还有这个方案。没关系。出发吧。立即着手。冒昧，请允许我略述一番。别以为我会轻易动摇。我一定会成功，此乃事实，岂容反驳。
即刻前往。您还好吗？可以啊。您有何贵干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
有客人来了。你来的正好啊，您可以听听吗？我有一个想法。可以啊，情况就是那样。请您布尔过来。没关系，姐姐会好好教导你。哎呀，真让人头疼啊。我一定会成功。你要如此解释这一矛盾。哎呀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，您来了。啊，真令人高兴。
请交给我吧。请您附耳过来。可以啊。我有一个建议。可以啊。您怎么了？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您有何贵干？荣幸之至。您怎么了？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十分抱歉。有客人来了。你来的正好啊。别来无恙吧。报告。没关系。即刻前往。结果就是这样啊。您可以听听吗？没关系。
报告。没关系。打扰了。真是风和日丽啊。喂，评定就要开始了。一个想法，请听我一言。我有一个建议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请您附耳过来。我有一个建议。请听我说。我有一计。并非易事。请你再整理一下论点吧。只要听我一言，应该就会明白。哎呀，真让人头疼啊。真的吗？我一定会成功。你要如此解释这一矛盾。没用的家伙，马马虎虎吧。